Mira 的红馆 show 主题曲 VR MV 昨晚正式上架，是不是带了很多欢乐给这么多位镜粉呢？今次十二子化身银河宇宙守护队员，保卫地球，同时放低牛包搞笑，摆明不怕大家 cap 哈图，最怕你 cap 不到啫，知他们什么料啦？完全不计，可能平时都大把黑哈图，我都因为大家铺大家黑哈图。同埋，因為平時我哋 MV 就算睇落冇黑圖啊，但係就咧，你喺啲零點一二秒裏面咧，你突然間 pose 咧，我哋啲跳舞樣都突然間會咁。佢最終極，我鋪你嗰張，屍骨鋪你，演唱會嘅啫。所以啲事慣咗啦 ，OK， 我依個係我哋嘅傳統。勁啊！咩 ？SO 個台點揈佢都唔會。即我是 Spray 王 ，OK， 完全唔會喐咯，我真係。係 Spray 王方面。他们还即场度了不少搞笑位出来，这么落力为什么？没他的你就是博镜粉一笑咯，成功了。所以呢刚刚就即场就度了一些大家都哇这种发癫发狂发丧是挺有 feel 的，这样咯，那是都开心的今次这个拍摄。对了，即是导演一来到就说喂好挂住你两个孖宝啊，今天都是整回个孖宝先啦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都创作了很多不同的先啦，好好笑，即系创造力量同幻想真系会吓你一跳嘅。十二子嘅搞笑小宇宙真系大爆发，唔知佢哋又觉得边位兄弟系今次嘅 MVP 咧？一、二、三。诶，大家都打，大家都搞笑。咁点解搞笑啊？点解搞笑啊？因为我觉得皮皮咧系佢系嗰啲。一嘢就中嗰啲啊，但佢今日咧就好高功，就嘢嘢都中，系啦，所以我覺得佢都今日算爆燈嘅。其實我不嬲都唔覺嘅，咁但係你哋開心我就開心啦。邊個覺得阿張子阿張啊？我覺得阿張最唔係除咗樣子之外咧，我覺得阿張最搞笑就係今日懶特別咧，諗住咧就著單邊喎，就特登唔我哋十一個都著成件，佢就特登著單邊喎。咁咧喺度就犯連氣嘅問題啦，之後嗱咁最尾就連唔起啦。佢話 OK 嘅，別啦，啱啱好似好多票噶，但我唔知幾多票，唔記得咗啦。停啊！哦，又講兩句。喂，有三票喎，有三票喎。要票俾曬佢。唔該，我好盡力咯，盡力搞笑咯，係咯，你咧？你都好搞笑喎。而红馆演唱会25号就开锣 ，Mira 都有问题俾大家。我觉得第一件事咧，就一定要系背好晒歌词，听多几次我哋嘅歌，顺手帮我哋擦一擦个 hit way 嘅。大家觉得有啲咩要准备啊？记得戴多个口罩，因为咧跳到流晒汗，系啦，走嘅时候咧就湿晒，跟住毛巾咧就因为我哋跳到行李含淋湿晒咧，你都会好兴奋，都会湿晒啲汗噶啦，所以你都要带条毛巾。去定開嚟去廁所喎。哦，正經啊，有料。特別唔好揀佢唱歌嘅時候去廁所啊。而 Make a Feel 新劇《季前賽》嚟緊8月29日就會開播，到時可以喺電視度見到姜圖、Eden、Ian、Stanley 佢哋喺籃球上嘅英姿，真係諗起都興奮啊！